非常和谐的一个非常这个让人感动的一个服务之外，就是美景之外的美食也是很重要。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啊，怎么样让人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甚至让人家感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马祖有很多很好的美食，还有很多很好的食材。怎么样就是说把我们这种特色的美食，然后利用我们的食材啊，可以发挥啊它最大的这个优势啊，能够让旅客来到马祖啊，除了我们很好的服务，还有我们很有独特的文化跟美景之外，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美食啊，让人家更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甚至让人家感动啊，这是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地方。那日本啊的美食是公认的是世界上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，我相信校长跟校长听了这次来啊，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多啊学习的地方。相亲啊，投入啊，观光相关的产业啊，让北干的观光旅游蓬勃发展。那现在来马祖旅游啊，不来北干等于是没有来过马祖，所以是北干是人家必来的。那校长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们怎么样？好。巻き巣っていうのにこう入れて形を整えます。